大家好，这一篇算是文明武的那个第二篇视频了。这边选项这里，我重新介绍一下哈。我一般都是快速这边快速战斗跟快速移动都打勾，然后这个顾问等级看个人了。然后界面这里。得分清单把它打勾，然后这边，然后这个滑鼠固定，一般大家都是用那个全荧幕在玩啊。这个我等一下后面，前一篇忘了解说，然后选种，它这个滑鼠固定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滑鼠不会移出这个框框，就是移到上面那个外框之外啊。选种四就可以了，然后储那个100回合储存一次。这个我在前一篇有讲说，就是以前就是建奇迹的时候跟开战的时候储存的手动储存就可以了。因为以前版本好像你设太近的储存会崩溃啊。然后就是这里啊，大家因为我这个录影程式用全荧幕会没画面啊，只有滑鼠啊，所以我现在是用那个视窗在玩。但是视窗在玩有一个缺点，就是没办法那个，像我滑鼠指标移到这个右边啊，它没办法画面向右跑，就是这个缺点。所以一般大家可以勾那个全荧幕玩，因为你这个只要因为有一些微操那个。譬如我要移动这边的那个兵啊的那个功能，那个 work 功能，啊，我只要稍微移过去再移动就好。这个比较用视窗模式比较不方便啊，它没有那个做那个滑鼠，就是视窗内没有做那个滑鼠左右移的设置啊。再来就是它这个一般的数字都调非常低啊。因为要符那个相容那个有的电脑配备的问题啊，以前的版本都设很高，然后就是很多人在跳出崩溃啊，所以现在都很低。我们只要把战争荧幕的品质调低，然后阴影关闭就好，地貌阴影关闭就好，还有阴影品质关闭，啊，其他就是看你那个电脑的品质，电脑的那个配备啊，做调整，然后垂直同步可以关，这个就不用打勾。这个看电脑，个人电脑的配备啊，如果你电脑配备好了，就把它打勾。然后全荧幕玩，因为全荧幕的话，你滑鼠移到这里会比较方便移动。然后音频，我们就把这个背景音乐关掉，因为你可能是边开那个。有那个 MP3 啊的音乐，边开边玩，就不要这个背景音乐。好，那个选项遇到介绍到这，然后再来是单人模式，游戏点游戏设定。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玩文明五的话，这个教学模式是一定要进去里面那个。这一些要玩一下，然后这边游戏设定这边，然后一般这个你可以选你要玩的文明啊，啊我是都是随机啊，然后我们一般是选那个盘古大陆，因为这样所有的文明在一个大陆上，这样比较简单，玩起来比较简单。然后不要玩这个大的或极大，这个玩起来很累。可以标准小或极小，因为这个比较那个四名玩家8个城邦，6个文明，12个城邦，这个那个游戏性比较那个比较好，比较玩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累。那我就用极小，4个文明跟8个城邦这样就好。你可以慢慢自己调整到小，像国外的那个。
线上对战都是用这一个，大部分用这一个。然后我们就用小，然后难易度，上一篇是用秦王，这次用那个国王的等级。然后就是你慢慢的挑战，慢慢的向上。个人建议是这个亲王啊，最好挑战个五六次，或那个五六次再向上挑战呢、啊。这篇就是用国王，然后在游戏一定要用这个建议用快速啊，这样子就是游戏的行程会比较快，比较快结束啊。用标用快速比较好啊。就是游戏时间比较不会拖那么长了。好，开始。Honor be with you, O great hero Gajah Mada, Prime Minister of Mayapik, and unifier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The stories of your heroism on the battlefield are bested only by the legends of your sworn oath to unite the far-flung这个islands of是Indonesia under one banner. 五点的近战单位，Serving your queen and然 empire 后 with loyalty, you not only strove 信仰加二，to fulfill 这your 个 oath and 是 conquered any who stood 哦in your 花园的 path, 替代品，but you 花园。succeeded in capturing what was 这then 个 the 是 entirety of the known archipelago, 应该是剑bursting 士啊，out what 剑is 士的替代 today 单位。modern 好，Indonesia. 一年首都 Mighty 是万万 warrior Gahamada, 接口 your 的两 people 种 yearn for 特a 产 strong 品。leader who can return them to prosperity. 然后个人是这里，这六个，然后资源，然后这个就不要了，因为这个弄起来整个画面会很花，都是这个，不好检视啊，就这两个就可以了。然后商务就是你那个有建那个商务的时候可以有那个图标，看个人需要。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积分就是。我这里这一项打勾，得分清单就会显示出来。然后原地坐，然后探路。先建伺候两个。探路，那个像我移到左边跟右边，没办法把那画面再移过去，很不方便。全荧幕的话就可以，这个可能啊，这个那个，因为我那个录影的程式没办法录全荧幕，所以只能这样子勉强了。探路。这边探路，再造一个伺候探路。好，这个忘了说，先用这个两人口的，先升那个粮食优先。探路，好。这么快就有一个遇到，再来是那个先造攻速啊，那个攻探路。再造这个加宗教的，这个移回来。哦，这里有智慧探路。
请探路。After the end. No. 再来试一会啊。探路。那这个上面再来是畜牧，先造个人口有事了，开拓者。探路，我运气不错，有一个立法。哇，这一只应该是要走这里啊。哦，这个地形还不错，就是没有旁边没有，周围没有，只有临近这一个。老实。我过不去。不会吧，被挡住了。再来是这个，因为有这两个。我传统爹过不去的话就。沙漠信条，我们在沙漠上哎，不用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宗教加六的就神王了。攻击。一个。攻击。再来是造个。造个谷仓加人口。护送，不对，先造工人好。然后书写，你过来，探路，攻击，
雪向下探路，我靠，又有。一进来，就这边，一二三四个，可以啊。先造宗教。Destroys a good book. 移回来，再来是造。造个家，加快乐的啊！造数学啊！科技用数学。加一攻击，哇，这一次没。加快乐啊！再敲一个功能。Wisdom and virtue. 攻击，攻击，移过来。这边看能不能再往那边探。啊，好像不行啊，过不去。好，就先。过来，你进来休息。四回合，攻击，攻击，再来这一个，四回合。休息，进来，再我们敲这个，这个是到这个。
智慧政策，那应该是要来这个移过来，这个移过来才对。然后攻击，这个也制造太多了吧？再买个弓箭手好了。再来是采矿。攻击，大图啊，冲冲看呐，没差。然后再来是这个，然后跟。大ヒューマダンビデリ。はあ？マウイ。B 射击。退后，这个再来是货币，加个钱。一射击进来，射击，圈，这个弓，哇！这个哦，大图被抢走了，好吧，敲空中花园。哎，不对，敲个五人口，敲移民。这回合看一下兵力，这个就敲糟糕，没有那个敲商队没有用了，敲这个增加粮食，按错，应该是这个过啊。
四回合。这个进去。这里一二三四，攻击四回合，射击无血，休息动，交个空中花园。再来是攻击，披射击，F9，兵力最差，因为这个等级距离 NPC 那个 NPC 还很远啊。应该是不会被攻击。射击、攻击、看一下这个要靠。这个食材，我差点忘了要购买这一个，把这个圈起来。三粮食圈起来，宗教才够，宗教才会加很快。射击用过了，先开发，四回合，攻击 B 射击。三，因为那个罩在那个山峪旁边才能弄那个盖那个天文穴的那个望远镜啊。科技家比较多，再来就是敲入啊，射击，移民过来。
再来就是基础的，那个先过来敲。加钱，先加工，加生产力。然后这个有包到这一个，先那个信仰值够，先造一个，先造弓箭手。射击，这边先派一个人站住，才不会升那个蛮兵啊，蛮族营地。这边还要再，哦，这边。再来是哲学。那能个黑？攻击。射击，买个射击，休息，啊，公船不能买。射击，四回合。射击，不是。再来是功能不够，攻击，射击，先敲这个，加生产力。这个长
四级。条路，再来是图书馆，加快，再来是这个。过来，攻击，开路，侍卫，佛塔，开路。下砍掉了，照阳，我有四人了。购买那个啊，航海鞋。再来是敲个这个。巨石，敲个巨石啊！He who commands.不够了，先敲，哎，先敲个光学啊。图书馆，我又被抢走，我的嘞！哇，怎么会有这一只？四回合，快要不够，没办法。No clean gahig.
这个还是得要买。You made it.云行剧场这个。原来在那里，先消灭掉。这个进来敲这里。再来是同业工会。这个敲，这个敲这个。那能个黑？这没办法不卖，免得。升级会不会采用这个竞技场？快乐不够，这个竞技场设计。竞技场过来，然后去敲入。喂，那个 NPC 怎么那么怪？我是要敲这边的。还给我一二三，还一样。那不一样，因为这边到时候还要铺一座。这边直接就站住这里。站住这里，进来，然后再来是加快乐的这一个敲物理学。
接买一艘那个三列去来探路。继续，我看。对，就来敲这里。基建。施工坊。哇。强化宗教，幸福度每五座加二幸福，有五人加二幸福，啊，禁欲哦，传播距离加三十。再来是没有城邦还麻烦啊，快乐上不去。射击、攻击，再来是市场，攻击。战斗时海上加食物，大灯塔，对，敲农场，堆宗教，哇。神庙，
这边还要再铺一座。这边哦。是人口成长，这边流行，这边再敲个弓手啊，兵力太低了，宣堡。探路先。过不去。这边再造一个那个护卫弓手啊，这个移回来。这里图书馆，粮食，工坊。先敲图书馆。这个到这里，再来是这个加点钱，你过来这里。
继续敲。加快乐。返回。射击。射击。逼射击。复合攻守。移动到这里。逼射击。过来。射击，粮食，买个单元格，工人敲码。